诸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翻开《习性阅读经》第十四面，最后一行，临了终严过，得火万因故将上好。 这是讲，应十善业道，落落实在印度波罗密里。这段经文，前明这两句。 传播贯穿下面所有的经文，诶，就是古要言之，应是先多。这所在就是以领略庄严故，得获原因古将上好。但即款的演化，这艺术就真完整，就是集结。 经中诶人伫文字上诶省略，这省、个、略是美化文章。中国人文是伫诶文字，是伫诶言语，拢讲究简要、鲜明、简单，亦要也是详细。 明白，符合这个标准就是好文章、好言语，所以翻译佛经也是遵守这个原则。咱读、上、研究、讲解，一定要知影这文里面所含。 万万古著诶艺术，拢是古窑研制。啉了，是真歹做诶一件代志，特别是木料，在大型古画内面，木菠萝蜜。 佛只讲了一念，你并毋是专门只念六。佛法传到中国来以后，环境嘅发生，将即条特别加者六咧。虾米原因呢？中国古代读书人，人说清诶。 朱大夫阶级，用现代话来讲，就是知识分子。中国人是非常尊敬知识分子。会使讲中国历国五千年来，知识分子占非常重要地位。无论 是安怎诶解条换代，拢是尊重知识分子，所以讲先贤有灵，给给起苏大夫改进，有所谓诶苏可杀不可辱”。中国读书人将侮辱看个非常严重，也是不能忍受诶。 太头都不要紧，拢会用忍受；即污染袂用忍受。环境嘅发殊，看到苏大夫解决有遮严重嘅接触，所以将染下面加一绿咧。如果绿都会染，那当然无物袂通染咧。所有嘅拢会当染咯，所以特别用染绿。 这这民俗拿来知影伫这个大圣经、原文内面，梵文经典，或者今仔里巴利文经典、中文经典，拢毋是领略这个意思。咱爱了解，不能念，这是咱。 会当想象会到诶，咱也看着真侪人，甚至有包括家己，你甲看你，你袂定恁诶时阵，迄种面相是甚么款呢？你照镜就知影咯，现在会当录像，更较清楚。 你甲看迄个言语是啥物？绝对袂当互人看到是欢喜心，互别人看到时阵呢是恐惧、厌烦、远离你，毋该接近你。 这款经营呢，无论在细化或化，拢是破坏，你毋是成就。来想呢，你四出世间化，你著万万诶成就，你毋是功夫啊，你毋是关键。 中国俗古来面所讲的“孝不念即乱大谋”啊，好在金刚八戒就是大概念的真识的，讲一句名言：“一切话得先有念。”这一出世间无论大事小事，你若想要成就。 用得力有练，练这意义深广无尽啊！最重要诶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人绝对袂当脱离社会独立生存。 人绝对要爱依靠大众，依靠大众，甲大众斗阵生活，袂当恁爱用咧。尤其伫文发现代即时代，即、這個、时代麻烦侪啊！ 就是无良寿经，世尊非常感叹地甲咱讲：，先人不贤，不学道德，没有物价。咱对，细汉无接受过良好教育，养成真多真多不贤诶。 真无容易甲大众相处，这是困难啊！咱甲看说错说坏，凡是有成就诶人？ 事业做得愈大，地位愈高，愈谦虚，愈豪敬，伊才会得到别人的尊敬啊，得到别人的仰慕啊，即件代志。 会互你诶一生感恩不尽我。我过去少少年诶时阵，做一个小公务人员上班，上班有当时啊，工作无多。 阮伫办公室内面，看一个报纸，看一个书，这是思想有诶代志啊。湿气毛病有啊，坐伫椅仔顶面，毋好好坐，甲遮靠伫个椅背哩，伊下骹正面两支骹翘起来。 安尼体力真爽快啊！我诶，长官，对我后面来了，肩都甲我搭搭。诶，我一看，赶紧徛起来，伊无责备。我。点到讲，真正是流言爱恶啊！伊讲你种做法。 容易摔倒啊，容易受伤啊。伊无讲别行的话，一摆教训，终身不忘啊。这毛病永远改过来啊。如果伊大声甲你喊一咧，妈你一困啊，教训一困啊，伊走了后诶，我相款翘起来。 毋是对内心也好，即道理咱知影啊。伊教导咱，长公也教咱上一堂课，我了解咯。如果我来做长官，我如何来对待我的部属呢？ 才系得到报酬，中心的用心诶拥戴，认真负责，替我做代志，拢伫一个谦敬、谦虚，会当恭敬别人。时时刻刻，只要咱留意细心。 拢是咱学诶所在，即是太医大师提倡诶菩萨学处。大生爱学着甲大众相处，甲大众相处最重要诶，爱甲大众打成一片。今仔日咱佛教。 比袂到基督教、天主教，原因是咱袂当甲最贫苦诶人打成一片，袂当过迄种贫苦诶日子，咋滴？ 天主教有两位修女来看我，但刚进的时间延误了半点钟，我接见您。因伫非洲办一间病院，伊甲讲，非洲人非常可怜啊，因伫迄边工作十二年了。 病院学校真少，所病人看病爱行真远诶路途，才会当来因诶诊所。所以希望会当有一辆医疗救护车来找我，我答应伊。 送伊一节车，我听到了非常感动啊！迄所在，那佛、個那個、教内面的人拢无愿意去，因轻气啊，阁会当跟共款诶食好。 无一时侯诶，怨言，甲人打成一片，全心全力诶照顾家人，帮助家人，亲像咱新加坡诶，苦爹修路，伊一生也是安尼啊。心目当中只有苦难诶众生。 老人、病人，从来都毋捌想过家己啊，甲个人打成一片啊，即是稀有难得啊，即是咱。 佮需要好发的，佮需要更加的，细化互换。个性先行，教导咱，咱家己伫倒一个工作岗位上。 一定要将家己嘅本分工作做好。每一个人拢会当将家己本分工作做好，即世界是上好啊。大家必须要互助合作，无领导嘅功夫就袂当成就。 忍耐一定是在咱日常生活当中，事事爱忍，或假咱，随缘，袂当忍就袂当随缘呐。一定爱随着家己诶意思，随着家己诶好恶，就困难咯。 殊不敌，家己诶好恶是烦恼啊，心不清净啊。下当放下家己好恶，分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诶，功德就是忍辱波罗蜜。诶，庄严就是做到尽善尽美。 你修念力多，修到精深精密，你得果报，这是能够总说得福原因嘛？或以一音二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，这因这是原因。 故种上好啊，上好诶因素，过然真侪，真侪真侪因素内面，第一个因素是啉料， 也就爱特别用一百劫诶时间，这毋是短时间，就三十二上八十种好。这一百劫有甚么法门呢？甲注意讲也是六百里面。 不过六波罗蜜里面是以念六波罗蜜为第一。那问讲，伊为什么要受上好？众生欢喜上好，众生爱上好，所以上好要受众生 确实，佛的上好度了真多真多众生。咱伫经典内面看到诶，阿兰，就是一个最明显诶例啊。阿兰为什么出家啊？为什么对释迦牟尼佛学，就是看着释迦牟尼佛诶上好。灵岩经理讲诶，我问伊：你为什么发心出家啊？ 心善福的上好啊！你讲这上好，毋是百母所生的，这是修来啊。所以阿兰，我心恶佛，毋是恶别项的，是恶上好啊。你则知影上好摄受众生啊，这力量大强啊！讲老实话。 这件魔力复杂，已经种伫究竟圆满诶高地了，还有修上好咧？这互咱六道凡夫看啊，六道凡夫多个人无想要家己上好啊，逐个拢嘛要想上好啊。 唔管你是倒一个族类，也毋管你信倒一个宗教啊，你讲倒一个人无想讲家己身体健康、這個，而且容貌上好啊，拢有即、這个欲望啊。我即种实现就是甲你讲，你这欲望可以满足。 只要你想啉辱菠萝蜜，一完就会达到啊！时时能忍，时时能忍，处处能忍，忍绿菠萝蜜的圆满。 就是上好公明的圆满，所以诸位同修啊，知影念六是上定的真方便，一个袂当念的人，定就无办法修啊，定是国化。 就是不论大小行严到密到，中门、教下，一出纽啊，通通修禅定。八万四千法门，这只是八万四千种无讲的方法、无讲的手段。修什么？全是修禅定。能力都做不到。 肯定无办法修啊！所以佛对菩萨讲的即六条修行的原则，伊就伫得绝对袂用点豆病。第一个布施是家己放下，你若袂当放下，伊就袂当修鬼故，修鬼故是世界啊！ 你未当修几久，你绝对未当领悟；你未当领悟，你绝对未有进步。精进是进步，无进步那会当得到限定。所以即六条就甲顶面六层大楼同款。 无下面一站，就对无顶头一站。那要安怎么修法呢？来对布施修啊，真正放得下，真正修规矩修法，绝对，袂用将家己造成塑成一个特殊的人物。 那就错了。为什么呢？离开军将啊，离开军将，你未到军将的帮助。换一句话讲，你便是孤立咯，孤立，无论说这说话，一事无成。 所以咱详细去观察，古今中外，你看成功诶人，绝对是得到大众拥护、大众爱戴啊。尤其现在是民主、自由、开放诶社会，竞选用选票当选，选票就看着群众对你爱戴。 对个用户，伊平常袂当照顾别人，啥人肯帮助你？所以，甲大众相处是最大诶一门学问。甲大众相处，博施、世界，忍辱，即三条做够咯。 在佛门里面讲，你发言殊胜啊，无量功德啊，好，今天你下你用就讲阿些就好。